5月24日，微博上传了一则吴亦凡的微博故事。视频中，吴亦凡一身黑衣，面戴黑超，脖带项链，站在彩色背景前十分有型。他打开彩虹伞，旋转伞柄，摆出炫酷造型，看起来十分帅气。网友纷纷表示，生生把哥哥的超模身材拍成了小短腿，哈哈哈！彩虹色的小可爱，看起来很帅哟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